当然的啊，因为我这个人哦，就是有满满的爱心。好佳哉，差一点敲到你，你搞安怎？无，真好啊！阿弟啊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对我新创品牌的支持，我吼一定好好拼一届。嗯，啊，若是有需要要找合伙人，麦当找我啊。迄当然啊。嗯，那呢，大哥哥。一言为定。像像之前讲的，我甲你保证，阮大哥真正对大爷饭店足了解的，经验嘛足丰富的。我拜托你啊，你搁找你妈妈搁参详看卖好无？同款的话，我还是搁讲一届，我妈的脾气怎个？好啦好啦，既然你搁讲一届啊，我就想办法去考跟我妈。你莫勉强阿凤啊啦，我决定啊，我再找时间去拜会阿凤的妈妈啦。是讲你嘛真无良心呢，啊你倒咧病床吼，阿凤急到目眶红记记，涂骹强要打破去啊！你干呐爱人替你协调代志尔哦？就是讲啊，你听人去救妈的时阵哦，曹凤伫边啊，看到魂拢要无去啊！你若是不相信哦？你望伊手看卖啊，无的确，今嘛个冷机机。啥事呢？知影人手冷机机，搁敢放开哦？唔得个人捂好烧，看看呢，啊？哎，雪莉，你把时间以后，不如对你未来打给较好一点。我今嘛是替我未来同事啊设想，你敢袂认真？你明明就足欢喜，假假咧无意无意。啊，少强，跟曹凤讲话啊？啊？哦，曹凤，歹势，互你烦恼啊！啊，等我出年的时阵，我才请你食饭好啊！才请吃饭而已喔，這樣你在這裡躲得久嘞？少強，之前給你安排相親你都不肯，現在有朋友了，就比較認真嘞。有啦有啦，你怎麼給我一個時間啊？那這樣你跟阿鳳要以交往做目標來發展就對了齁。我您看阿凤的意思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去无闲，啊，春英再跟我讲一声，大家再见。啊，爸，那这一招是给我发好人卡，所以不会搞伊。啊！人拄则毋是讲叫你出院的时阵爱甲伊通知，你哦，真正戆戆娶无某呢？其实我感觉曹凤袂歹，你也是甲伊结婚，对你未来真有帮助。大哥，我是无想到遐去啦，啊，毋过多谢你关心。要睏啊！我就知影你可能睏袂去，所以我特别泡一杯牛奶给你。嗯，笑，饮了会好好睏啊。多谢。
你哪不讲？我就想着我跟我妈冤家，生活也真艰苦。我今仔就叫我妈想起哦，伊的一世人不爱我回去迄个家。袂啦，啊，就算你妈该安怎想，伊的心嘛是肉做的啊，那有不爱和你回去的道理啦？嗯，有可能啊。你敢知影阮家还佫一个囡仔？当初就是跟我妈意见袂合，结果我妈赶出去，拢已经十几年了，伊即摆还佫袂回来。我不想要变家己。哎呀，啊，伊是伊，你是你，你袂甲伊同款啊。啊，假使讲你的心内也真正足艰苦的，无安尼啦。我今麦陪你登去会议室，我反正你妈一看到，气就消啊，行。唔免啦。啊！你也无做唔对代志，想怎要去回事嘞？我只是惊讲，我即个是真正跟我妈拆破了。不过有啦，我无需要你哦，为着我去跟我妈顶头。多谢你安尼保护我，我嘛一定会保护你。而且不管你妈的态度安怎。我拢会尽全力，予你一个家。曹凤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不过，你当阵雪莉抓枪，你敢拢袂惊？我就无想遮尼济啊，我刚刚想到，袂当予伊伤害你。你敢挡在我头前替我挡枪支，未来的每一天，我拢要伫你头前替你遮风避雨。我爱你，做我生活的女人。啊，不过我不能做话，你敢够买错？我替你变宽。啊，我连你厝内底的人的醋嘛要食。安尼哦。安尼哦，我就笑你笑到无醋通好食。我妈真歹应付，你若是娶到我，可能会真麻烦哦。我若是无娶到你，我搁较麻烦。曹凤，嫁给我，咱用咱的感情，替予未来来管。金大姨。那你一定爱真想我哦！我若是无笑你吼，就话你用枪甲我开啦！